Gabriel Serve Your World， 成就生活极致，创造无限可能。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， 标新立异，尽在凯擘。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桂英。今日是在新历的十二月初五哦，旧历十月二日礼拜三。好在新闻一开始，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。疫苗还剩六千多剂，加上疫苗要产生抗体，需要两礼拜到一个月时间。十二月底之前，如果是流感的高峰期，卫生局就提醒民众不能大意。番仔到排水连续两礼拜洪涛倒废水，造成水面拢是地泡，淹嘛愈死愈多，民众就惊讲这是污染的所在，会愈来愈坏。特别鹿港的许佳瑜小妹妹真爱跳舞哦，不过伊练习的过程是比一般人搁较辛苦。原来伊有阿卡迪波林斯的精神嘛，吼，伊来得着中华关舞蹈比赛的第一名。好，来乡亲啊，这新闻一开始哦，来关心天气变冷，愈来愈多人去注一个流感疫苗。为十二月底哦，到这旧历过年之前，嘛将进入这流感的高峰期。中华关卫生局就讲哦，即马这流感的疫苗只剩六千多剂，估计过二十多天内哦就会注完哦。另外哦，第二个医疗应收的这自费流感疫苗的部分，会使讲全部拢注了了啊。卫生局就呼吁哦，符合这个公费注射资格，或者是有需求的民众，爱赶紧来去注射。好了。今年十月初一开始注射的流感疫苗，一开始的注射率因为天气还阁真温暖，所以注的人唔是特别多。不过这半个月来，天气一直淡淡冷冷，感冒的人增加，嘛连带让流感疫苗的注射率大大提升。是，今年实际上接种情况比去年好。所以很多族群的接种率也比去年来得高，那我们也是非常谢谢民众的配合。那今年这个病毒株也预测的蛮准的，就是它包括 H1N1 还有 B 型的威斯康星株，还有 AH3 它的预测跟现在流行的病毒株都蛮吻合的，所以能够提高这疫苗接种对大家的保护力，希望大家踊跃来接种。卫生局表示，今年免费注射流感疫苗对象是扩大到国小六年级以下，全中华关符合公费注射的人数有将近300,000人。预估流感的高峰期会伫今年十二月底到明年一月中，要被注的人即马也会付。这些65岁的老人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把握最后的机会来赶快来接种这个疫苗。那另外一个族群是这个学龄前的小朋友，就6岁以下然后半个月以上这个小朋友，这些比较小的小小孩，他的接种率也比较低大概只有到40%多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，这个幼稚园托儿所，如果我们卫生所在联系到园去做这个施打服务，大家能够踊跃来配合。今年中华关公费流感疫苗总共买196,000剂，目前只剩6,100多剂，估计20天内就会用完。加上医疗应收的自费疫苗，有的拢用甲差不多，所以嘛再度呼吁要被做的民众爱赶紧。大众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。好，继续来看，唔知影是谁哦，这么乌心肝，将这废油啊、粪扫胡乱倒落这番仔沟排水，这凶手哦到今拢也未抓到。有民众哦就发现哦，这搁予人偷排这不明的废水，这规条的水沟哦是变甲乌噜噜，鱼啊是死规大片。民众就要求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找出这个偷倒的乌心民众。山西河尾鹿港交界番仔沟排水，顶礼拜被民众发现有人偷倒乌油甲粪扫，造成污染。不但无清理掉，今日透早阁有人偷倒不明废水，污水瞬间变成白泡，细菌嘛愈死愈多。不明液体啊，倒落去了后吼，就施工这个台啊吼，死亡吼，啊而且你啊看讲吼，咱这番仔沟大排长吼。这个水面吼，啊泡落去拢白色的雾吼，啊嘛唔知安怎，啊希望讲吼，咱
这个环保局吼，紧来处理吼，莫造成这个污染吼，啊嘛造成这后油吼，这两边吼，这个农田来抽水落去吼，啊，佮造成这个二次伤害。面对番仔沟污染频传，环保局提出解说，废油的部分已经在处理，会佮派员了解是毋是有清清气，水面粪水的部分是会佮通知水族处赶紧来处理。粪扫甲污染一直无清除，代表这个环保局无要无紧，强调袂使趁大水来放水流，来造成污染的扩大。一寡人垃圾有诶无啥，拢等啊规死过，嫌鱼啊，啊搁迄个水泡莲，啊搁一寡猪啊啥，大家拢等啊位啊去。我希望讲吼，环保局爱重视，爱紧来清清诶，袂使讲啊放咧河安尼为外海去，安尼来甲地吼变成两界伤害，一定爱赶紧来处理。兼顾灌溉甲排水的番仔沟污染，沿岸农民烦恼污染农田，环保局更加爱加强调查，来阻止污染的事件再次发生，引起民众的惊吓。多谢新闻，台木青何美采访报道。今麦咱先休喘一下哦，伫咧这新闻当中，要来看讲这照顾身心障碍囡仔，需要付出真侪耐心加用心。中华县政府哦，就特别来举办这表扬教育表扬大会，感谢这130位守护天使的爱心关怀。